大家早安，今天带潜打新手们来这个小水沟探探路。这个刚买的，这个刚买的，那个玩一阵子，后面那个还没买的，之后要买的，好吧。这小水沟很小条，不过感觉应该有机会，还有绑科棚。哦，哪招啦？嗯，掉了。有喽有喽，开壶了。开壶喽，瞬间开壶。可以飞，再收短一点，不要收到直线了。好，可以了。可以飞吧？应该可以了。可以可以。啪啪。OK， 不错不错。还 OK， 八掌红啊，赞赞赞！啊，有亲子上有请。哦哦哦哦，出来了！哇，哎，哦哦，十班十班，没事没事。十班呢、啊？不大不大。老经验，大师还小师啊？没有啦，不到半斤。不到半斤哦。就大概也大概250吧，250克。不要。哦。哦哦哦，来了！这傻小，哎、欸，不要浪，不要浪，不要浪，等下我来处理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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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对对对对对对，哇、哦！等一下，我杆子放这里，我杆子放这里，快快快快！哇！这是什么？等下等下，等下，你小心点钓竿哦，钓竿收低，钓竿低一点，对对好，来来来，起来，来来来，不要收不要收不要收，这什么鳗啊？我靠！我靠！白鳗吧？不知道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来，我看一下。看，我以为是蛇。你先放一点点，先给我。放先，放先。OK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它一直动。土龙吗？看一下，土龙的。要么是土龙，要么是蛙。土龙的那个下巴。土龙的，它是胖胖的，没错啊。可是土龙不是胭脂尾还是什么的吗？哎、欸，对啊。哦。这有胭脂尾吗？好像掉了。没有吧？没有。掉了，它尾巴没断。你先解钩好了，它长得。那是土龙啊。可是它没有胭脂尾。好 ，OK。小只的，长九班呐、啊，九班。开班！哦哦，有喽！那我去吴江那边打看一下。你这几天弄？好帅！九班？没有啊，应该大一点哦。哎、欸，它那个点不一样哎、欸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这只还行，这只其实还可以、欸。是吧？哇！哇！还走出了吗？哈哈哈！啊！你看我一直跟他挑逗吗？他吃超久。三二十。我的虾米被咬到烂掉。啊！小只的小只。干，你看又是十班，就跟你讲哦，全都十班呐、啊。我们快要收工了，各位。看来是没有。
可以带啊。你要带吗？带啊，带好了。哎、啊，直接去。还是我放？犹豫哎、欸，要、啊、不然带好了，对啊，带好了。OK 啊。有点钱就一下。好笑的，白痴。OK， 我们要准备收工了。他们还在钓最后一波，然后今天就是遇到很多小鱼，然后又遇到比较大只的。哇哇！ Okay， 今天最大只的石斑，你懂吗？哎，放回，还有一只昂泽，放鱼啊。OK， 哦。